我来讲河流，河流靠两个接，我来看一寡无同款的河流。日本黑曜金 A 五河流，一盘外口点个超过500，三包这你个点 A 五河流，甲点一包嘛，看下五包无？两包互你吃1000，3包互你1000，4包互你1000，5包互你优惠甲你看，我讲先给你一包，给你1000了。你若全世界有在食一包去外口，100几块河流，你起来甲我闹鬼。 河流够贵个，我真正是叫来叫你满意个，优惠有水无？1000了。1000了。对啦，要食迄个 A 5河流无 ？A 5河流成功，4号你哦，5号你哦，只要过你6回1000个，优惠就是安尼，这么漂亮，1000块有哪要食无？1000。拢有啊，都有咯，好啦，你莫收。你边仔看会当个下时哦，啥物互你好好做？够人要买500个无？500啊。有人要买500块，买500。有啊，好，谢谢，你也收着。 一盘全部三个人叫装包，三个注意听，皮衫甲目睭拢你拢看得到哦。目睭，伊的皮肤你来看，全部三个装包哦。这下我来讲啊，你个清水拢完全无皮啊，这拢无洗药来哦。这你个食，你就是天然的 Q 甲低落去啊。全部三个发一千，800、700落面啊，三个500咯。来500，来500，来500，好，有咩啊？有头前，最后阮两个人给500块少。 最后阮两个人个500，最后一个500块是吧？500块。500啊！500啊！500啊！还早啊！是，500啊！是啊，那我讲文章，伊这是无生意啊，这目睭你甲看出真正，这个物件哪个无去全世界你无到处人吃啊？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我哪只，500啊！500块再一个可以吗？算下就真的新鲜哦。 新鲜度你自己看。打加两枚啊！加两枚，加两枚，加两枚，这个加一块冰包三个，三个，这全部包三个就对了。啊，拢爱加冰啊，来，再切切。来，你把乌鱼丝啊，都。我这个烧鱼蛋，给你包啊。啊，这个包你吃铁的。哦，谢谢。恁家有没吃铁路排骨包？春节我加卖卖，哦，铁路排骨要吃卖3包，卖2号，我两个人去买，这新价钱的2包啊。来。 有没吃排骨的无？这两条够送的，这两条够吃的2包好了，新价钱够几只？够2包了。来2包。有没吃排骨的？不是还有个包的？2包一个啊。来2包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贵啊。最后一箱啊。来2包。2包啊。来2包啊。来2包，我们马上还钱。这条够2包了，2包。来2包。够2包了，排骨2包。 2包，2包够2包吃铁路排骨的无？有啊，是谁？你也吃的？后来还有没有什么无？什么老爷子？开始，你惊着。后面有没有啥？有没有啥物无？啊？耳机全部开过。 我看我就爱讲，来你有开过发的手机啊？我两枚啊，好几个啊。那个给后生的，反正他提过发的。手机无啊，20多分钟啊。他几多岁啊？最好收过。来去来多，后面都冇见到我开车的啊。 乌鸡野生的啦，血死拢会少，这毋是饲伫群仔内底啊，这野生鸡啊，一只拢6000以上啊，无伊啊，以上啊，好无？这人加3000啊，这3条我来看你5000，看你4000要来啦，好无？这行情拢有，先加钱的3000有人要来无？3000啊，野生的乌鸡啊，你若有在条6000的野生的一块，一块1000块你也买着，你来甲我闹皮，我紧啦，做乌鸡的大家拢行情拢知影啦，我这块卖袂过你啊，4条野生鸡哦，3000了。 3000了，有人要吃无？3000块，3000块，有啊，够人要买2袋无？1500无要紧啊。1500套钱啊。来，来嘛，够人要2袋无？1500。要1500无要紧啊，这当个用我发的，你着行啊，我一家你着调过嚟，我讲收，我价钱1500够买来无？来1500了。你调我你来讲啊，我要几袋啊？我要买来开啊。我剩多足济啊，剩多够济啊。 这1500够买来无？来1500。恁家老板要1袋无？7500的无？哎，7500。这边1袋嘛，我嘛卖你啊，7500。好啦。
我介绍同款拢起有啊，这七六个拢有啊、哦。啊，谢谢啊，你也是，这后边拢无啊嘛。哎，拢无啊。来，我去来，你咩机会去倒啊？咩机会去倒啊？都话你卡着伊公司了。嘿啊，你卡着伊叫好啊，什么都是钱啊。我咩机会你吼？你若卡着伊公司，你规地你你甲公司处理着吼，都话感谢你。嘿啊，拢会记啊，你那个讲着了，好，谢谢啊。来，啊，去来，你要啥物？你想回去哦？来，一口乌后边个话，来睇下对不对？伊是人力的吼，啊，这是这嘛是亚新梅出的，来。来，来，大家吃看卖哦。来，别吃，也就这。来，看下这个，大家吃看卖哦。我拢叫上好给恁吃，你看这套路搭地都是遮水的，我拢叫上好乌鸡来吃的，我还讲，这阿西巴啦，叫一个有诶无来吃，你嘛唔知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先搬啦。对，我这个赔钱哦，你不是赔钱哦，我吃。你不是赔钱哦，你吃吃点东西，你不是赔钱哦。好吃不？你家请我回上。你家上来，你们的啊？阿姐你有吗？先给一批啊。干么吃？阿姐有冇的？阿伯阿批上来你啊。哦。干么吃？好吃无？看死咸无？阮叫这种上好的啦，野生子。第一年迄个吼未死咸，啊恁食看卖吼，爱食啊，这一包七十克，七十个，这内底有十袋，3000、2000、1000块，拢总买落你家新价钱的1500块了。一千啊，对啊。我要食野生乌鱼子的无？1000块，一口乌，一千块了。多少食了好啦？水的叮当，目睭会看人。哎，1000块，那么些无1000块。1000啊！野生一口乌，这一包70克，2包哩，3包哩，4包哩，1000块了。来，快那么些，这个乌鱼子的无？两个。一包两包，3包哩，这包块哩1000。快那么些啊！1000块。1000啊！这太贵了，弄起来这无贵无高啊，1000啊！1000还有人要吃的吗？1000。1000啊！有啊，我看人要买500的无？500啊！500买单买啊，500。500。拢有啊，都有了吼，好啦，谢谢，安尼咱大家咯。来，拜拜好啦，啊，拜拜咯。来，再来个吃啥物？再来个啥？今日介绍一个嘛，我来放个。海螺啦，海螺啦，海螺啦，啥物？海螺。有啊，我知影，你家起价，我是卖这个白个海螺，我好个，我是。这是啥物？海螺。我是足济好个，啊，今日人也无足济，拢无机会介绍。来，很贵，我有讲。虽然讲哦，这是海螺，这怎么你用吹、用烘的，一家你会调的。我敢甲你大声挂保证，你伫平价海产大甲烧烤店甲日本料理平价，你绝对吃袂着这个物件，是安那？因为它的成本非常贵。啊、哦，来，麻烦你先去让人家鉴定看这啥物物件。来，再来搞用吹、搞用烘，来，让人家鉴定看这啥？这叫海螺啊！这若食起来，风味200%，请你都不爱吃。啊、哦，来。这一包的重量是1公斤，哦，这当然两种料理尔，洗好清洁就放个加洗两摆啊，洗洗烤箱加用烤的，哦，啊是用一块白盘，哦，用盘甲吹些蒜头嘛，做好食，哦，用个电锅用吹，盘甲下白白甲吹吹就好食。我来讲一分，哦，我食足济摆啊，伫餐厅唔是讲我做，哦，我讲恁听，用一个贝壳，甲你烘烘的起来，用一个啊甲白盘出来。然后要加20粒啊，一份拢要到600块。一包凊彩煮个超过1500块，我来讲，因为食海螺的人家一公斤咧，唔免落你加1500、1200，拢总唔免落你加。上升阶级的人家500了。500啊！有哪要食这个海螺的无？500块，500块。500。有哪要食好的无？500块。注意听好，注意听好，注意听好。这介绍够悬的哦，你注意听，500块算要吃500。500啊，嘿啊！金龙3、4、5、6、7。够，三个，500，来，姐你去游步好啊，
我来讲完先啊，手掌。是耶。来，有给五百块出来手掌者。五百啊。有给五百手掌者。是耶啊。两个，这边两个啦。来，你只要给我给五百，人家拢搁给一百块啊。你有给五百，拢搁给一百，等下你就知道要创啊。你有给五百，拢搁给一百块就对啊。我今日给你送一个。钱来啊，六百来啊！啊，收四个啊，对吧？四百。来，我整一个啊。注意听啊，一包无味，一包过年，两公斤，你只要爽。来，六百了，六百块。六百啊！六百块，一包过来。好，一个。然后我解恐被落来。解恐被落。来，不亏人。好，一个。最后搁一个六百，你扣着卖了。六百哦。我来车。你一包来用过年，跟你讲用电锅流水，一包你过年你讲用吹，最后搁一个六百。剩一个无啊，其他要吃。哦，恁两要吃好的，老公阿袂注意啊，无机会客气啦。我来讲哦，你唔捌买过一百个人个两个，你甲我试吃看嘛，真正有够 Q， 有够甜的啦。三百了好啦。三百哦。你买买过你买三百啊？三百块上面只有三百。三百。行了，对对。一包叫解恐贝肉，卖完。你要炒一包去，你着全脸买一买一杯芦笋，吼！你一包给我炒芦笋，这比干贝较 Q 过会甜啊！解恐贝肉，不过甲炒了，你着知影这解恐贝肉是啥物啊？一两包，还了要买收起来，要贵毛退去。解恐贝肉，一包同款一公斤嘞，炒芦笋炒少少还是啊？我来讲，比啥你知无？比干贝较甜啊！一包。这样一份炒起来三百，一包炒五百，一包都要炒千五，我唔免让你炒千五、千二，拢做咩？要食